啊，咱做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已经啊，咱请到大哥大姐，有关二叔、兰里长，啊，大家阿曼顺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做做如意。我无时间，咱等下声要传起来，红彩加咱高雄班南部班吼，祝阮大集团也这回非常万幸，啊啦，伫咱指导好，上演五方，带过来咱树林。啊，咱景淡公园上演三天，啊，明仔载是咱新店福寿宫哦，会记真下，伊完这么热心来甲八团的捧场，简单介绍，今仔全台平安旅游咱台北市树林区，啊，咱大南路258巷30号3楼，老家地主老先生，老先生，老先生。带动全体大学生心情，向着新年和旧年期，感谢咱平安二大五号团队，啊，咱老家规家伙吼，对咱好些精神拢非常诚心敬意。无论啥大事，金钱开偌济，会当可以赚到千千亿亿万万倍。在祈求，啊，来庇佑吼，啊，咱多来观赏，啊，咱情感公园，啊，再来观赏这福州人。啊！大家每时拢会当快快乐乐、平安顺遂。刚刚介绍乐团，然后为咱所上演的戏目，为咱所带啊，咱小说所改编非常的好戏目，名叫《血眼泪》，血眼泪。无就去演，再播给那帮客人，多多捧场，多多塑造。现在有点点的所在，形同我的脑筋皮，爱和我的脑筋加肥，做南疆做乐团有改进的机会，非常努力，非常感谢。下面请欣赏乐团的阿梅来所推出精彩节目。小花英安精彩节目，嘿嘿，英女。